各位委员，请尽快在位置上坐好哈，我们现在准备开始上课了。好，来。咱搁剩一点钟。我记得以前在学校念这个东西哦，可能还要两个学分，好像要很复杂了，是不是？啊，但是你说一个小时两点钟，这是几边那讲？来，各位学员，请就坐了。接下来的这个会有几个时间点，啊、哦，就是行政院啊、把概算做一做，那个施政方针拟一拟，然后各个单位在一年之内大概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情。这个都有规定的，施政方针每一年的三月底，行政院就得要定出来了，然后各个机关底下的各个部会机关部会就得要去按照这个施政方针去送出所谓的概算啊，各个单位自己先大概算一下啊，可能要这个花多少钱。然后最后会编成一个预算案，预算案刚刚讲过了，什么叫预算案？就是还没有立法委员还没有审过了，就叫预算案了。他送出来，然后什么时候要送立法院审议？八月底，现在就是大概再过两个月，啊，现在是六月底嘛，再过两个月，今年的那个应该说明年的预算就要送这个立法院审议。然后每一年都会巡回，就会看到电视上，省预算，然后质询，然后就又来了，这是循环。这个是它的流程，这大概就跟刚刚讲的其实是一样的。好，预算的限制，基本上一句话就是说，你要花每一分钱都是要。预算里面有编的才能花了，简单讲就是这样子了，啊，预算如果没有编，那就不能花了，原则上就这么简单。这个其实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已经有稍微提了一下，啊，这个也是算名词解释吧，总预算讲过好几遍，反正那个。把所有的那个单位预算，各个单位的那个预算，税入税出，综合汇整变成一个总预算。所以总预算其实就是单位预算把它加起来，就会等于总预算。我刚举的例子就是说，这个是总预算，就是控股公司那个大公司的预算，这个单位预算就是底下的子公司的预算。啊，但是还有一部分在那种比较奇怪的，在旁边的那个叫做附属单位预算，就是国营事业附属单位预算，中央刚刚讲的中央银行啊，那一些都是比较奇怪的。那像这种单位预算就是衙门嘛，啊，那个各级机构那个都是单位预算，就政府官员那种的。那这种比较不一样，附属单位预算就比较特种基金，啊，那。什么叫做分预算？分预算我刚刚讲的就是孙公司的预算，哎，这个叫做控股公司的预算，这个叫做子公司的预算，啊，分预算就是孙公司的预算，啊，大致上是这样理解了，啊，虽然它的那一样哈，你要看那个名词哈，实在有看都看不懂，哎，给我看嘛就看不懂，到底写下上实在很痛苦啊，那不过。理解上你可以这样子理解比较容易一点，它其实就是一层一层下来。
这个这一条哈，这条是说立法院对行政院他提出来的预算案的项目与一些支出项目哈，不得为增加支出之提议。意思就是说，如果立法委员想，举个例子，立法委员想替公务员加薪，这起真的发生过，行不行？就送那个预算，行政院送预算来了，立法委员有一些人就说不行，你今年编的预算里面公务员薪水那个年终奖金太少，本来一个半月，他现在要加发变成两个半月，行不行？法律规定是不行。那但是我先讲的是一个实际的例子哦，那时候是陈水扁在还当立法委员的时候，他们很聪明，你法律说不可以增加支出提议，他不行啊。那他转一个弯，就说我立法院什么委员会不管啊，我就绕一个弯说，拜托你行政院回去，你回去重新把它改一下，再送过来改编，把你那个这一条预算退回去，再送回来，把它增加，这样绕过说我不是我增加，不是，是你行政院要增加的，好啊，但是还经过大法官会议去解释，没通的是没通啊，还是不行，好，主张说立法院有这个权做增减龄没有问题了哈，做增加了这个权的人是说啊，我立法委员是民选的，我代表民意，我最大，我应该可以这个有这个增三的权利，不能说我只能三不能减，只能三不能加，啊，这一派的主张是这样，就是希望能够扩权的啊，是这样说法。那被反对的理由，或者说他的原来的立法的理由是什么啊？那你假设你立法委员可以说我增加某些支出是立法委员可以决定的，那好，那到底这个预算的控管谁在控管呢？这个还其次，真正的原因是在说，那你责任到底要谁负？你这项支出到底绩效的好坏成败，到底谁要负担？行政部门说啊，这也不是我要编的啊，你叫我开我就去开啊。那绩效不好或者是浪费掉了，那变成权责不分了，你没有办法去划分到底这个。况且我们刚刚讲那个过程，行政院已经编了施政方针了嘛，他已经想好他要怎么做啊，你现在把它改了，那还啊，那这个逻辑上不是不通，是不是要重回去或者怎么样？他其实立法的用意是说避免你就是拼命去监督就好，好，那责任谁提的谁负责嘛？行政院就是应该要负这个责任嘛，负这个施政的成败嘛，啊，所以你立法权不要那么扩大那么大嘛，哦，就是立这个法，原意在这个地方，哦，那至于什么有道理，什么没道理，这大家可以自己评判呐，心里面可以自己评判说，到底我民意是不是最大，啊，或者是说我还是要做啊制衡的这个动作，啊，要有这个权责要能够啊分得清楚，你的施政的成败要有找冤有头债有主啊，这个反正各有说法，只是说目前还是不准的啊，还是基本上他不可以，你不可以立法院是不可以说我要增加什么啊，但是如果说是行政院自己那是另外一回事情，还有一种情况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立法院可以有立，可以自己立，这是他的权利哦。他去立一个法，说我要支出什么钱，请行政院去花做什么支出，这个是可行的。问题是，这个跟这条已经不一样了。现在讲的是预算嘛，就说是行政院提出来的预算里面，你可不可以说不行，你马上加提高？跟说我立法院我自己去立一个法。这个是已经不赶快了，这两个已经是不一样的事情了。好，这个底下这个就没有什么，反正因为特种基金审议刚讲了，就是普通基金跟特种基金两个不同的
记账方式，那他法律会规定说，你注重你在审的时候要看一些什么重点这样子，这个不是那么重要。这个地方预算案送到立法院，什么时候那个立法院要把它审完？规定是会计年度开始一个月前。我们刚刚讲会计年度什么时候开始？一月，那一个月前就是前一年的十二月。以今年来讲，明年的预算就是今年的十二月，应该是十一月底啦。你看一个月前嘛，十一月底，那你就要，然后十二月十六号要总统公布，正常流程应该是这样子。好，那等一下我讲不正常怎么办呢？马上来了，不正常怎么办？对，这边其实在讲说，刚才讲那个时辰，这样咚咚咚这样下来，那如果这台湾发生过啊，就每次开会就一堆人围着在那边，打来打去，挤来挤去，就不审了，罢审，这个预算罢审，这个常好像还蛮常见的，那怎么办？你刚有讲到说，你政府要花任何一毛钱，有编在预算的才可以花嘛。那你预算不给我过，那我怎么办？有了，法律也有规定。你如果那些他们实在是太热衷于那边争吵哈啊，一迟迟没有定论，那该怎么办？该怎么办？在这边收入的部分，预算就是收跟支嘛。那收入的部分，按照上年度标准跟实际发生数核实收入，就是说你先用上年度的那个实际发生的啊，当成预算，先这样子定吧。那支出的部分有个原则，虽然这边字那么多哈，它的原则只有一个，新增加的支出原则不行。你已经在继续走的那可以，大概是，你新增加的资本支出，新增的计划，你一定得要等到预算审议完成了才能用，当然都有些许的一些例外哈，不过原则上是这样子，有一些，然后有一些特殊的规定，就是新增加的大概都不行了，然后已经有的、既有的都可以继续执行，像这种。授权之原定计划或上年度执行数，就是你去年已经执行到这边了，那我们就以那个当，比如说我人事费用到底要多少？你现在预算还没过，那我就先拿去年实际看发生多少嘛，先拿那个当成那个预算数来执行嘛。然后他们立法委员一直审不下去怎么办？一直没办法通过怎么办？法律有讲，也不行这样子啦，你就这个总会要有一个结果哈。这个是说，这边是讲说，如果立法院已经通过了这个总统都核可的预算案，那如果通过的这个行政院觉得里面有挚爱难行的地方，因为在审预算的时候刚讲了，立法委员是不可以增加支出，但是他可以砍，他如果乱砍，砍到一塌糊涂，他行政院觉得他做不下去了怎么办？刚讲了，你权责问题嘛，我定这个预算，这个计划我来走嘛，那成败我来担嘛，那可是你把我砍得一塌糊涂，那我什么都不能做，那怎么办？好，你责任还要我扛，不太合理。那这个东西也有规定的，就是说如果行政院觉得这个已经没有办法按照审核过的这个预算来走的话，那就要提复议。这边也有日期，多久以内要去做提这个复议的动作？那
立法院不能说你提复议我不理你，不行。你如果多久以上啊？复议案逾期未议决者，原决议失效。意思就是说，我如果按照行政院按照程序我去提复议，然后立法院不理我，超过那个规定的什么几日几日这种，超过规定的时间你不理我，那不好意思，法律规定你立法院的那个不算，就是按照原来的意思啊，按照原来行政院的，好、哦、来走，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说他没有错，立法院那个是民意嘛，最高的代表，那但是也不能说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他就不让你过就不让你过，那你就没办法运作下去了，所以他基本上他还是有一个法律上还是会有一些比较周延性的一个规范。那预算执行完毕之后，就有所谓的决算，好、哦，那这是应该是最后一个动作了啦。决算就是说，大家来关账一下，结账一下哈、哦，我们去年整年啊、哦，到底实际情况啊，执行的效率怎么样？哪一些花太多了，哪些花没有花的，啊，这就是决算。这边讲的是说，我们一开头讲政府的支出大项，比如说，我们现在支出最多的项目是社会福利支出，对吧？应该还记得社会福利支出。我假定了，假设，有任何某某原因不管，造成我们的国防支出不用那么多了。某一年我国防支出不用了，我要买飞机大炮的，买潜水艇的。哎，今年好像可以不用买，这样。好，我可不可以把这个钱拿来放到叫做社会福利支出上面？法律规定是不行。啊，这个叫它叫正识别，这么大的科目是不可以挪来挪去的，不行。那但是那一种同样是社会福利支出里面的，同样在这个大的科目里面，大的这个计划里面，同样是社会福利支出的，我可不可以本来那个买文具的钱不够，那我可不可以拿什么办什么活动的？哦，把它太多了拿过来，这个是可以的。同一个计划里面，它的那个科目，哦，它是可以挪来挪去啊，但是要报准，然后还规定啊，它能够挪多少是有规定的，不是随便你高兴啊，挪多少就挪多少。哦，这个留，然后有个关键，你不管是什么经费哈，通通不可以。通通不可以跟这个叫做用人经费是不可以混在一起的，这个是比较要注意的点。哦，你刚讲的，即使是可以流来流去的部分，也不可以拿来，啊、哦，就是我人不够了去加人，不行的，人事费用还是需要按照预算的规定。然后这边还有一条。重大工程投资计划超过4年未动用预算者，预算应该重新审查。超过4年都没有动工，那这个案子就可以重新再检讨看看。好，这个是在预算的过程里面。一年里面会有发生一些情况，让你原来的预算不够，必须要办理追加了。什么情况需要办理追加？依法律增加业务或者事业至增加经费的时候，依法律都是这边都是依法，因为法律规定啊，你要增加新机关，你要增加新业务。或者是所办事业因重大事故经费超过法定预算，
基本上因都是有法律的规定，因为法律的规范而造成你的预算不够了，这种情况之下才能办理追加预算。那追加预算是原来预算规模的扩大，并不是新的预算，不是，完全不是，是我把原来的预算把它加大啊。其实它的关键点只有通通要按法律规定来办事，因为那也就是说要追加预算都必须要经过立法院定出法律来才能够追加了。特别预算，这个是什么情况会有呢？就是紧急重大的这种事故，这个叫特别预算。它这边有几个例子，啊、哦，像那个 SARS 啊、921震灾、风灾，啊、哦，这些情况之下，可以用特别预算。就是这两个要稍微区别一下，特别预算并不是原来的预算，是哦，刚才讲的追加预算是原来预算把它加大一点，这叫追加预算。这个呢是全新的预算，所以它的时机点完全不一样。一个是我发生了突然天灾地变啊，哦，那个你原来没有办法预想到嘛，啊，哦，所以就是啊，追加的。好，哦，那你原来也没想到，可是因为立法院有一个法律出来了，说你要加个新设一个机构，新增加人，新增加事情，啊，那个就是要办理追加，不太一样。我想要我看看，我补充一下。我们稍早有提到那个行政院的第一预备金跟第二预备金，那这边我补充一下哦，就是第二预备金它也有类似这样子，就是它什么时候可以用第二预备金。那这个讲义上没有，我就口头念一下。它行政院的那个第二预备金是说，原来列的计划，那因为事实的需要，他做下去才发现说，哇，比如说了哈，他要买一个那个什么设备之类的，但是你真的去买的时候发现，哎，原物料涨了，那个因为我们从想要买到真的去买，那个时间都还蛮长的嘛，那可能所以你可能会面临到缺工缺料，或者是你的成本突然增加了，那钱不够了，啊。啊，或者是说你原来这个做了事情，原来估计的那个工作量估得太少了一点，实际上做下去发现会多一点，好，那这种情况是可以，行政院可以动用他的第二预备金的。不过这个因为权责是在那个有权编第二预备金的才会有这个问题啦。啊，这个又跟特别预算跟追加预算不太一样，这个是法条上定的啦，所以我想说都有那种适用的时机，所以我稍微把它补充一下啊，就说那个第二预备金是说啊，你那个跟你原来定的计划的费用啊，实际上真的做了就不符了，变高了，那你得要没办法，就得要增加那个费用了。那这个时候是可以用第二预备金的。好，这个表做什么用？我们又回来最开头，预算是做收入支出。那
收入支出不够的时候，就是支出那个收入太少，会有财政赤字的时候，该怎么办？就借钱嘛。那你借钱能够借多少？借的不是说钱借越多越好嘛？不是吧？那个是债务负担，大概一般人都会知道，那个你总是有个限度，你借的越多，那你只是那个负担利息负担越沉重。我们一般讲说，你政府的债务负担到底多还是少？那怎么看？这个好像在新闻上好像也都可以看得到，债务未偿还余额，它这个也是有法律规定的，就是说又是 GDP 哈，它是用这个，你还没有还的债，那占 GDP 的比重，它是按用这个来当标准。等一下会有那个标准啊，这个表就让大家先看一下，其实是各级政府它债务负担是用这样子来算的，就是说它还没有还的债，那么占那个 GDP 的比重是多少，用这个当标准，法律有规定。台湾目前我看一下，这个叫做各级政府，现在大概在40左右嘛，40、42.9，因为它的比较的基础不一样，这个是占当年度的 GDP， 这个是占三年 GDP 的平均数，大概是42.9，还有一个40.2，这个是各级政府。那下一张表是告诉你说，这个比重在国际间，他又不理我了，没电了吗？这个是比较世界各国中央政府债务未偿余额占 GDP 的比率。我们刚刚前一张表看的是其实各级政府了，那他这边只是把中央政府列出来，台湾35左右，跟其他国家比起来，其实看起来除了韩国以外，韩国跟我们比我们低一点点，其他国家都，新加坡好像很特殊了，因为它有它特殊的状况，比较不能比较，直接比较。那你跟这种英国就是已经相当于 GDP 了，这是占55%，在日本更夸张，这两倍多，美国78.9%。所以你这样看，其实你说债很多吗？我一开始就讲说我们的那个财政赤字很高啊，一年一年高。可是从这边这样把它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严重。的感觉上好像没那么严重，感觉上，好，那所以这个事情到底怎么看呢？你说它到底现在是好还是不好？这个就是很多面向，你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那个政府最喜欢跟你比较，我们说跟某一国跟谁比跟谁比，我们其实没有比较不好啊，事实上都还比较低嘞，好，那是啊。也没错，问题是我们的赤字就是一年一年高啊，那个限度到底在哪里？你要一直让它高下去吗？你能不能还得来？我们经常会听到一句话叫做债留子孙，就是说因为这种公债借债哈，通常都是10年20年，应该10年15年最多了，政府如果发那个公债大概都是10年15年，就是等于都是我们的下一辈在还的。好，那要让他们的负担更重吗？好，其实回归到原来的问题就是这样子。那好，那为什么我们要借那么多债呢？我们假设现在这债叫做多好了啦，因为赤字财政赤字实在多嘛。那为什么会欠那么多债啊？因为还不起啊，或者是说支出太多啊。那反正开源节流嘛，这我们挂在嘴巴上，你开源就是要去节流喽。
好了，那你截流截得动吗？现在这个这个环境大概很难，因为要选举，碰到选举你要去截流哈，就很难截啦。好，那你开源呢？开源我们最后会讲到我们那个租税负担哈，因为我们的收入来源一开始我们就讲了，最大主要的税入来源是什么？租税收入。好了，那我们租税收入高不租税收入对我们国民的负担到底大还是不大呢？我们如果问大家说你大家愿不愿意交税，每个人大概我想大家都觉得算了，我能不交就不交，能少交就少交嘛，这个是正常的状态。好，那可是问题是来啦，刚讲的，你反正不是又不能开源，那又不能节流，那你当然结果就是赤字就会越来越严重，那你的债就会越来越高。那你虽然说别人国家是可以，因为每个国家其实国情不一样，说不定人家有特殊的一个情况在，那我们你说这样低，可是问题是我们就是有这么多还不了啊，那这一些其实就是我们经常看到那吵来吵去吵来吵去哈，然后理不清到底谁对谁错的一些点啊，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答案啊，这种东西是那个决策者执政单位他必须要去思考，那么该怎么样做决断。这个也经常在新闻看到，我们现在一个人平均负担的债24万，这是4月份的，而且应该是会慢慢的越来越高，就是没有，这还是中央政府而已。那要不要负担那么多的那个债务，的确是个难题啊。未偿还余额，这个跳过。既然讲到债，我们的法律上对举债其实是还是有些规定的。借钱，除法律有别有规定外，应以调节资本支出为目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原则上，我们讲预算分成经常门跟资本门，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举债借钱只能借在资本门，经常门是不可以，不可以用发这个公债来指引的，是这个意思。因为理由是这样子啦，资本门的东西都是资本支出嘛，资本支出是盖厂房，那个可以那个效用可以产生到很多年嘛，那一样啊，你举的债都是5年、10年、15年，一样就是要以长支长嘛，你不可以以短支长，那就会有可能就会有流动性的问题啊，所以它只能调节以那个调节资本支出为目的，它的用意是在这里。好，刚刚讲了，我们刚刚有看到那个各级政府那个未偿还余额占 GDP， 这个法律的规定是这样子哈，他说一年以上公共债务未偿还还没有还的，合计不得超过行政院主席去公布前三年度名目 GDP 50%。我们刚才看到，我们台湾是已经42%，42%，三年的话42点多，那是各级政府加起来是42点多，所以离这个50%还有一个差距，不多了。那可是并不是各级政府的那个都是50%，不是，它其实是50%还。各级政府还去分的，中央政府其实是40.6%，什么直辖市7.6%，它是这样去兜出来的，就是越上一级的政府，它可以容忍的那个还没有还的债比重可以高一点，那越底下的它就允许它只能比较少一点的债，因为它规模小了。这边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数字，
这边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是这个，刚才讲的那个占 GDP 50%啊，或者是40点多哈，那个是指我现在累计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还的债，总共。那这边这一条规定的是说，我今年新，我每年度举债，我今年新增加的债，举新债去还旧债，哎，这个那个政府都很会搞了，就是那个去发个新的债去还掉旧的债，看起来有在还债哦，啊，其实是骗人的。我们一般的那个公司也有时候也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哈。他这个是说，你每一年度举债的额度不得超过总预算及那个特别预算税出总额的15%。好，这个是说，这两个数字不一样的地方是说，一个是累积我的余额占 GDP 平均3年 GDP 的50%是多少？50%。二是说，那我今年度每一年度举债的额度，我不可以超过总预算跟特别预算税出的总额的15%。我记得还有一个数字，看一下，对，好，刚才讲，开源节流，那个矛盾，那个难解的习题，现在来看看我们的主要的那个税务的来源，租税，我们现在租税的负担到底高不高？讲到这个税，一般我们在新闻媒体上会看到一个说法，就说台湾是万万税。我们从预算的这样一路讲下来，我想要问各位一个问题，反正政府总要花钱嘛，总要花一笔钱，那各位觉得是万万岁好，还是干脆只要交一个税就好？你觉得只要交一个税就好了，麻烦你举手一下。蛮多人的。OK， 那万万岁呢？你觉得现在流行的讲法，万万岁，你觉得万万岁不错的？因为我是学财政，就财政就是政府的这种。就是收支的哈，它的道理哈，为什么要万万岁哈？其实万万岁是因为，比较好挤，比较耸动啦。台湾的税哈，其实跟国外比起来，没有比人家多，而税目和科目都连科目都没比人家多。好，我来解释说，为什么感觉上要课那么多税？它的道理其实很简单，拔毛啊，拔鹅毛，我们就说你要拔那鹅毛，要拔到鹅不会叫。这种课税方式才是高干的做法。那你反正你除非叫政府不花钱嘛，不支出嘛，那你如果他非要做事情，你一定要花一笔钱，那钱怎么来嘛？刚刚讲的他就是租税来的。好啦，你租税来的时候，你可以只来一个地方，每一年每一个人一年交一次税。你想哦，你每次去 Seven 买个东西，它里面都有什么营业税，你去买任何东西里面都有税啊，你食衣住行啊，吃的住的房屋底下，等一下会讲一大堆的税。他的目的是这样的，就是说他希望把这个欧税的这个来源啊，把它分散，就是让我们老百姓不会叫拔这个鹅毛，但是我们又不会被拔得很痛，目的就它只是分散这个痛点，不要让你集中在一个地方痛嘛。那你集中一个地方，可能手要砍掉了啦，那
因为他一次要弄很多了啊，你如果是每次到处去稍微抓一下抓一下，我们感觉比较好一点点，好，相对来讲，所以这是他设计的目的。那从这个角度看，万万岁没什么不好啊。哦，你我刚讲的，你除非叫他 不要给他那个支持，不要给政府做事嘛。啊，我们一开始有讲过了，其实我们的政府目前呢，哈，他已经并不是什么都管。你看我那个趋势，其实他并没有说支出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没有，他反而有一点点萎缩。哦，已经不是那种大政府哈，他什么都要管的那种政府了，至少数字上看不出来是那个样子。那好，你除非能够定得出来说，好了，我们把这个政府的这个支出可能就把它减少减少减少到很少，那才有办法说我不要交税了。那可是哪一天你的马路柏油没人铺了，那怎么办？没有公园了，什么都，因为他没钱，那怎么办？我家又没马桶了，哇，生活品质又完蛋了，哎，那个幸福指数就又降低了，哦，那没有公园了，哦，所以啊，我只是要来解释一个观念，要征税是困难的，为什么？是因为你愿意交税是拔，总是没有人愿意，可是有时候是一个不得已。然后我们把这个租税的它的设计本来就已经是希望把这个税的来源把它分散掉，然后它是分散掉，真的叫食衣住行了，啊，就是说你不管从薪水扣一次，然后我去买东西又扣一次，可能扣了不止一次，啊，然后我住房子也要什么房屋税等等的，啊，这个出去什么娱乐税什么反正它分散在各个领域，啊，我那个生老病死病可能没有，你有遗产税，我要把这个财产要赠与给什么人，有赠与税，好，其实林林总总，它的目的是什么？我刚刚讲的就是让你拔了。这个鹅毛拔了比较不会痛，其实目的是这样子。哎，我们现在这个租税制度，我看有分国税跟地方税了哈。我先把国税就是中央在收的，那地方税就是直辖市政府跟县市这种。在收的，就是万万岁。底下有那个，等一下会有那个税的细目出来。这个是我们租税的负担，一样又是那个 GDP 赋税收入占 GDP 的比率，你大概在12点多，还不到13，好。然后这个高不高？12.8，新加坡13、16、18，这个其实相对来讲，真的不算高，哦，跟其他的国家比起来，12.8其实不高。那又回来那个矛盾的问题了，那你的财政赤字那么大。然后要加税要困难，哦，是个难题。这真的是执政者，尤其又是有这么多的选举，哦，那是个难题。我刚讲过，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叫做好，好，哦，那简单的把几个税大致上啊。说一下，不是，没有办法说得很仔细哦。我大概把他的那个所得税最不用讲的嘛，所得税就是个人，我每年都得交的嘛。这盈利事业所得税是指公司交的。哦，那提一下观念，他虽然没讲，我们也经常看到一个说法，就是说啊，这是什么？
那个贫富差距很大，哦，这个新闻也都常常看得到，贫富差距很大，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哦，那所得税，租税有一个功能，就是所谓的要去把这个所得做一个重分配。所谓的重分配，就是说我把有钱人的收入拿多一点，然后透过补贴、补助各种方式，把它给比较低所得、低收入的人。好，那这种有这种功能的，以现在的税制来讲，基本上有这种功能，最明显的是所得税。为什么？因为它是用集聚去累进的，你越有钱，你越有钱的人，你就交的比较多的税。只要是符合这种观念，就是说，你的那个课税的标的是薪水啊，或者是说你的这个财产啊，有这种所谓的累进的这种设计的，那它都有所谓的所得重分配的这种效果在。好，那这个是特地设计来要把这个所谓的贫富的差距把它降低的，啊，是这种它的目的就在这里。就是那最明显的就是所得税，因为它的集聚比较多。盈利税，盈利税盈所税现在好像是大概就是17%了，它已经没有那个功能在了，它是个比例而已。你看，本来应该是遗产赠与税，应该理论上也应该有适合那种所得重分配的功能的，可是事实上现在应该也都没有，它比例的就没有了，大家交的百分比都一样。哦，你穷人也是交这个百分比，富人也是交这个百分比，那就所谓的重分配这个功能就丧失了。关税就是进出口货物的时候，这个营业税，营业税我每次去 Seven 买东西，其实里面都会，它已经含在那个价格里面的，含在那个售价里面，买东西都会有这个。至于什么叫加，刚刚有看到加值型，我就不想多做解释了，因为那个有点复杂。哦，货物税是也一样啊，去，买东西的时候，那个它制作出来，一出厂一生产出来，它就要交税了。烟酒，这个是，我们现在还有烟酒税啊，奇怪。公卖利益还有吗？我得去查一查。以前叫公卖利益啊，现在叫烟酒税。证券交易税，这个玩股票的人就知道了。哎，这个是像这种都比例而已啦，比例它只是纯粹只是为了要你拔你的毛而已啦。哦，那没有什么所得重分配的功能在里面，它只是为了要税入增加这样。证券交易税、期货交易税一样的。特种货物税，啊，这个是比较就跟那个名词一样，就是反正特殊的货币，它有不同的税率来课。好，地价税这边看到它累进，又有累进的概念了。那看到这个有不同集聚的，你就会知道说，它的用意就是说，让你，你的那个地价比较贵的，那你就要多交一点税，地价比较便宜的少交点税，它就是具有那种让你的这个贫富差距稍微减缓的这个功能。只要是看到这种有集聚的，都是这个意思。田赋已经停征了，这边也是土地增值税，它也是按照这个。那自用的就比较便宜，这个也是有这种概念。我们现在正在吵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不管是土地增值税、地价税，我们现在都是所谓的公告地价，还没有到所谓的实价或者市价来课这个税，这个很重要哦。那个
我们现在课这个税呢，都是按照各地方政府去，好像每年都会去公告地价，公告什么，按照那个啊，那个离你真正成交价的距离都还蛮远的，哦，都有一段距离。那所以，他真正有没有达到什么让有钱的人多扣一点税？这个，因为你的税基本身就被就少了一大块了，没有办法那个真正反映出那个房子那个土地真正的价值。所以你课税的标的本身就已经税所谓的税基了，就已经少了那么多了。那当然你要去你虽然设了集聚，可是事实上那效果差异效果已经不太好了。好，那现在我们现在有所谓的实价登录，就我的理解，它的目的并不是只是登录而已，它的目的是将来就拿着这个来当课税的基准啊，那就厉害了。真的是你那个豪宅真的就要课豪宅税了，你即使税率没变，那个绝对金额都很大，因为你的基础就是你的房价你的地价那个都那高很多了，比那个 每一年公告那个差多了。那个东西才是真正啊对所谓的贫富差距那种改善是有帮助的，甚至对所谓的房价的抑制啊也会有帮助的。这是房屋税啦，房屋税就是有一样，住家用就比较便宜，然后非住家，这个使用牌照税。就是开车的人就知道了，那个叫那个契税，这个买卖房子的时候，那个什么那个就一定会都会交的契税、印花税，这都是标准的这种所谓的规费，我们都把它叫做规费，就是看起来怎么那么琐碎啊，其实一样嘛，就是东扣一点，西扣一点，哎，不要扣一个地方，娱乐税。这个跳过，有没有？哦，这个我可以补充一点，所以这个内容不要管它，就是说，我们刚有讲说，我们的税有分中央税还有地方税，那中央税那个金额大很多，好，那个各个地方呢，它的税比较少，哦，所以有所谓的统筹分配款，它的用意是什么？就我的角度来看，它就是中央要控制地方用的。我对你好一点的时候，就分配给你多一点，啊，人家分配款就分配多一点，啊，这是中央来控制地方用的，叫做统筹分配款。它是把税收要每一年都会去炒，我到底要分配给直辖市多少？那个县辖市多少？好，啊，那个就是中央作为他施政的时候，因为以前也发生过啊，他所谓的地方抗税啊，我或者是说我地方政府就不理你中央的命令，我不配合，那中央能做什么事情？了不起说好不好？你的什么某某补助款，哎，我就不再给你了，其实是用钱来控制那个地方啊，虽然法律上不是这样说的啦，只是说我的感觉是这样。但是所谓的统筹分配款，的确是做这样的用途。时针这个没什么关系，我们只要知道那个综合所得税还是我们主要的税，应该还是所得税，所得税是大宗。好，这个是最后一页，它只有一页，哦，可是讲了这两个东西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哦，那就对一个政府来讲，对一个政府来讲，它要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景气的循环，所谓的循环就是说，啊，有好经济景气有好啊，有不好，
哦，啊，这样叫做循环。好，那政府他要来调节或者是说影响，当景气不好的时候，他想办法刺激他，让他好一点，啊，或者是说太过热的时候，把它收缩一下。好，政府他有什么方式来做这个事情？两个方法，所谓的财政政策跟货币政策，用这两种方法来刺激或者是说调整一下景气的情况。这两个方法，财政政策的执行单位是行政院，货币政策的执行单位是中央银行。所以为什么我刚才一直讲中央银行它的地位是特殊，因为它对一个国家来讲，中央银行的角色跟行政院基本上是不差的哦，差不多它是平起平坐，它又是独立的哦，平起平坐，因为它要负责货币政策啊，或者整个国家经济运作调节，它要负责一半的责任，这是中央银行在做的事情。行政院部会那么多，那人那么多，哦，公务员那么多，他只负责财政政策。好了，什么叫财政政策？只要是透过税入税出的方式的，都叫做财政政策。我多收税，少收税，多花钱，少花钱，这些通通都叫做财政政策。消费税，哦，不，讲错了，前一阵子的那个消费券，那景气不好，他就发那个消费券，让你去多花一点钱，刺激经济景气，这是财政政策。啊，这是行政院做的啊，做的。货币政策，中央银行做什么事情？做股票的人应该会知道，每一次那个美国那个 Fed 就是 FED 他要开会的时候，我们都要特别注意他的 QE， 就是那个叫做 QE 的中文叫做什么？量化宽松政策，什么时候要缩？那个是谁做的？中央银行，美国的中央银行，联准会了。好，哦，他只管基本上管利率跟钞票货币。好，哦，你中央银行怎么样去那个啊，影响利率跟那个钞票呢？就是那个货币呢？基本上这里写到是这样的哈，他可以去改，这是他的权利，他去改重贴现率，可以去做公开市场操作，可以调存款准备率。这个我很快的讲一下，什么叫做重贴现率？银行他手边有一大堆他的客户拿来的票，他再拿去央，他没有钱，他是票子而已，他去拿去央行，我去贴票贴，那个有个利率叫做重贴现率，央行可以调整那个，让你不要看他只调一码两码，每次都半码，半码是0.25什么0.125，都调那么一点点，但是整个国家的那个。银行体系就会增加多少的钱？你银行拿着票据去央行贴出来的，那就变成钱，银行的钱就可以放出去，本来不能放的，那这个放款都会有乘数作用的。他透过这个，因为这个是权责。另外，他也可以去买，所以公开市场上就是到市场上去把那个短期票券，央行发的一些票券收回来的时候钱就。相对的钱就会出去，反向操作的时候钱就会收回去，一放跟收央行决定的。存款准备率，我们存钱到银行都要提存款准备，它有个比率，你准备率一提高，我做个假设，我现在存钱到银行通通不能贷款，准备率100%，那银行就挂了，那所有的市场通通都死了，没有金融市场哦，就死了。那所以存款准备率
现在都是很低嘛，那他调整这个，调整那个准备率的高跟低，都是每次都是一码两码，那你整个资金，整个社会经济体系的资金就会大量的收缩或者是灌注进去，这是为什么 AAA 到那么程度哦？那个央行总裁，他的权力够大，真的够大，不会比那个每天被人家 K 的满头包的那个行政院长还差，他真的是，哦啊，这个是观念，哦，那以上，应该是对，哦，今天我希望各位能够吸收到一点，这种财务预算，政府的财政收支，啊，以及或者是这个简单的总体经济的概念，政府政策，啊，希望能够对各位能够有所帮助。如果能够，你只要回去见将来看到电视新闻说，哦，这个那一天我大概有听到了，大概这个是这个，只要能够这样子的反应，不好意思，这样我成功了，谢谢大家。好，谢谢我们，谢谢我们的王教授哈。我们更希望王教授经过这么一个课堂，也认识了台湾民政府。我们是欢迎他来参加我们的团队，能够进一步了解台湾的主权。他的确非常用心，我们再度以热烈掌声鼓励谢谢他一下。啊，谢谢。这里有一个报告哈，成人月，宜兰成人月车子现在在挡到别人的车子哈。马上要离开一下。另外，我们现在。